做神喜欢的事。有一日，神同罗妈讲嘢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我要用洪水淹没大地。我吩咐你要建造一只方舟，你同你一家八个人，还有各种一对对的动物，要进入方舟入面。于是他们就去做方舟了。罗亚一边建造方舟，一边就劝人离开罪恶，求神原谅。但是好人理会罗亚，反而耻笑他，说他是傻的。罗亚一家做好方舟之后，他们就引导一对对的动物上船了。落起大雨嚟啦！之后，罗亚一次又一次将白鸽放出去方舟之外探测一下，终于在第三次，白鸽嘴里包住一株草花咗嚟。罗亚知道呢个时候水退咗啦，见到陆地啦，于是罗亚一家同所有动物就陆续咁样落船啦。并且神应许罗亚不会再用洪水去淹没大地，还以彩虹作为印记添。
稣嚟到世上，为我哋嘅罪钉喺十字架上面，洗净世人一切嘅罪，人同神能够重建关系。呢个证明咗神对我哋嘅爱系千载不变嘅。喺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嗰度话：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。但愿我哋将神嘅爱传扬开去，让赞美。